10月31日晚，范冰冰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了一组自拍照，照片是九宫格，万圣节鬼怪造型则用的是手机特效。照片中的范冰冰头戴黑色保暖帽，帽檐上印有橙子的卡通形象，在手机特效的影响下，范冰冰眼角泛红，嘴巴留有血渍，不过肤质无瑕，美艳十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